衣冠禽兽，幽默政治动画，公孙乐制作，不全然虚构，情节与人物如有雷同，欢迎对号入座。宇昌案证实是政治抹黑，马英九用奥布诬陷选举对手蔡英文，马英九政权已经没有正当性。吴立伟，你在抹黑宇昌案当中非常卖力，大力抹黑蔡英文，你应该道歉，辞职谢罪。要我道歉？门都没有。我是念四书五经的，一切要向道德看齐。如果没有犯法，那么一定道德有问题。你看，我都穿西装，衣冠楚楚，这是我的道德保证。哈罗，哈罗，我遇生了，我遇生了，小三，等一下在威格见窝。哎呀，怎么搞的？你光溜溜就好来和我约会，太不浪漫了。小三，我的小三，赶快上来，我这样光溜溜，提枪就可以上阵，比较方便。过来之前，我是衣冠楚楚，因为要满口仁义道德。现在，我是衣冠禽兽，要黑修黑修，禽兽当然就不穿衣服了。小三，快来呀！